你好，我叫 Pran Krishan， 我是格拉斯哥国民保健服务的家庭医生。我们少数族裔社区当中有很多人都有照顾其他人，你可以说这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年满16岁或以上，照顾一个有残疾、精神或身体健康不好，又或者因为年老、濫藥或酗酒導致健康出現問題的家庭成員或朋友，你現在都可以獲得注射新型冠狀病毒預防疫苗。這些可能是部分你幫他們做的事。你可能幫他們去店頭買東西，去藥房拿藥，準備他們的飯送，又或者你幫他們沖涼和穿衣。你可能为一些长期健康比较差的人提供情绪支援。如果你认为我讲的情况和你很相似，那你就可以得到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疫苗注射。你可以保障到自己不受病毒感染，令你可以继续帮到你爱护和支援开的人。登记疫苗注射，请到 nhsinform.scot/carers register 或致电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疫苗热线，电话是0800-030-8013。